我刚才我也在看了，就是说关键就是说，你如果该听 Mary 啊 ，VWP， 他批不批的这个关键就在于他觉得你当初入境的有没有这个 getting married 的 intention。如果你能说服他你没有的话，你就是可以的。但如果他觉得，所以为什么就觉得说，是啊，所以就是说为什么？